狮兽战记 Zero 全新进化。狙击翼龙，它是天空的狙击者，恶魔之翼。兵器解放，机械爆发。最强的招式为致命狙击，使用导弹封锁行动，将敌人从空中击落。致命狙击发射。本周日下午4点，全新机兽战记 Zero 就在悠悠 TV 独家首播。